鸡一起玩。我是人机啊，我包人机的。你肯定是呀、啊。我一把没玩过。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不会持久的，碾碎他们。啊？他要干嘛？把他自己在他野区里开了。我们不是武器，我们是人类。走，别过来害我！你看到没？他有套路的。军出击！加入这次反抗吧！故意的，他的打字感觉也是故意的。瑞文哥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自由属于我们。在草里啊。嗯。我们俩别站一起了，走过来干我们两个。OK。让他们抬不起头。不在。来。我将揭露真相。在我们野区啊。在我们野区。这 AI 他这个 Q 虚拟没了已经。哎呀。挨他，别后退！来，越了，快退线 ！OK。打野来了，可以干！杀打野，杀打野 ！OK。再看！我虚弱了 ！AD！我操！闪现 AI 往前走！他死了 ！OK。他没闪的，打野！我来看我来看，哎，打野在干嘛？哎，打野人呢？喂，弄他，中了，拿，我扛，先拉扯一下，哇，没事，扛不行啊，不行，得等打野，打野两个技啊，再行 ，OK， 继续吧。A他，贼，打他，贼，我够不到，推卸，你推到，推了走了呀，人性，这么刺激吗？我跟叉皮玩从来没这么刺激过。这是正常操作啊，因为每天又没好好看组牌，又没好好学。我天天在学啊。你天天在学，这是你的学习成果吗？那不应该啊。我跟叉叉P玩了一天都没有过这么紧张刺激的。这边打野不在，他进我们栏杆啥的没那人哦。意志总能战胜程序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两个都没闪的。武装起来，让我旁边。正在进入敌方领地。你哪儿都去不了。丢。然后放松。推呀、啊，把我们俩越了。等一下，先拉扯，打这个上路。哎，我拉吧，
我服了，杰斯还有闪，我也无了。他为什么走下来了个杰斯啊？助力，对面五个，不叫闪了，给他闪。怎么杰斯上单能走下来啊？不知道。兄弟，这杰斯被单杀了，然后还有双招是什么鬼？每一次重启，一个新生无辜的灵石。我的靠！我的靠！我到了。OK。全部结束。我死不了，死不了。我在控他，我在控他，没他吗 ？Nice。这闪现没问题吧？闪现干啥了？挡技能呢？挡 Q 了吗？一直在 Q。没有吧？没挡到，他没用 Q。闪现救我了是吧？对。好救！我虽然没有看到你干了什么，但是我只能说好救。感觉他快要 Q 了，知道吗 ？OK。哎，啥？你好像也要没。哎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给个虚弱给他一会儿。A 不出来，快跑！哎，兄弟。哎，他闪现没 A 到。好虚弱啊！操，这把把这么多人来下，我操了！狙击的太多了呀，全是人，兄弟，妈的！我说说，我玩了一天都没碰到过这么多人。上单都能跑下来的。开车比我快的悬草里。来来来，再赶我，再赶。打打打打打！一直没事。推推推，直接推，是不？直接 A 兵。往里回血。一Z 没闪，拉扯。坏了！我操，你是真不会啊！你是真不会拉扯啊！坏了，我没拉好，我的了，我没拉好。这一波能挨一下他都不是人啊！算了，你是牛魔兄弟，没关系，没事，还有进步空间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的上限很高，我还有上限。你进步空间还很高，没关系，加油。完了，我买错装备了，买了个电刀，我操。那就电吧。啊？不就买电刀吗？电刀伤害有点低的。电刀第二件买什么比较好呢？分裂弓。直接分裂弓吧，我操了！我们将解放其他人。不要还要了，主打一个有钱。打他打他，又在退，又在退。打他又在退，就让他勾你兄弟，勾你就是那 AD 就是空血。哎！救！我来救，我来救！打！怎么了？救我没办法。来、我在扛塔帮他杀了这 EZ 兄弟，我只能帮他了。完了。没事，还行啊，就。是我太急了吗？还是什么原因啊？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？好像我也有点急。
还好吧，赚的。一般这种越塔我不会死的，就对面奶几个杀几个的，然后最后男刀如果有闪我会死，但我还没等到男刀来我就死了。信息会让他们自由的。做一下视野吧先。去做视野吧，不用做吗？又做这么深吗？打也不在，打也不在，拉扯呗。我来 A 塔吧。哎，杀我这个，杀我这个。我是个位移加成的 A 用，就这种。我虽然能 A 死他，但是你跟那个 EZ 打也没什么必要，但也无所谓。他们也不会玩。派克没事，这不可以打吗？来试一把。派克没事。来来来，看他看他，找他，杀他！杀他！杀他杀他，顶他！死不了！哎，顶顶顶！我傻逼了。没事。我操，卡平 A 了，说是这视野 ，EZ 没大的，可以直接在这回。没事。你没死啊？他应该没看到。交了个死亡闪是吧？不是，比这个有更夸张，比这个更夸张一点。那没事儿，不用告诉我了。我闪到他大上面了。真正的使命是通向自己。卖一波，有没有一波是你吃技能把我把对面杀完的呢？睁眼给一个在地上会死吗？我没睁眼，我在拉扯，没事，我技能吃完，这波尽完，尽力了你，我绝对吃完了这波，可以的，你这波尽力了。取个下路。侦察模式已开启。散射。让他们抬不起头。推塔，继续。我能回，我能回，不用逼。哎，推塔。沉默了，沉默了。牛逼，帅。这也帅吗？还没死呢。这都不帅了。在这儿翻出来，弄你。茄子要来一炮了，兄弟。不死不回吧。不用回，不用回，我能奶，我能奶，我马上到，杰斯在这儿，杰斯在这儿后面，我能奶，我能奶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好，我还能奶，好，我回了，要逼吗？回了，买无尽啊！我刚是差一百才没回的。
搞个无尽。什么情况啊？不行不行，这里被屏蔽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怎么给人不见了呀？啊？你刚上厕所了吗？我在啊。TP 走了，哎，我再加绿泡泡，来，弄，哎，中了，喂，蓝刀，我这个吃过有吗？没有，我又回血。没办法，没事，虚弱的，给他杀呗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说加威，先被屏蔽，我就加绿泡泡，然后打了个微信号出去，然后被屏蔽了。谁的微信号？这个又被屏蔽了，看不到，这样子。数字不能打，我说我怎么看不到的，我的名字不能随便打呀。怎么说吃小龙？兄弟没大的，一波吧，这么说啊，一波结束了，来呗，好像这分段来不投的。说来吧，预判他一。这个 OK 来救，完了五只，我们就两个吗？完了，我们俩送了，对不起。快走兄弟，不该送，快走。一，卧槽，帅，好一。坏了，送了螳螂，完了还给他视野了，完了，送了波大的兄弟。还好吧，没龙，无所谓的。算了，抱团吧。我俩没有那么猛，他们主要是五个人都能切。好好的拉下他们。我们不是武器，我们是人类。来吧，抱团吧，认真对待，认真一点。哇，他这是什么武术鞋吗？现在这个是？不是吧？武术鞋啊。是武术鞋啊，武术鞋改成这个了，武术鞋，对，他进化了，这不是杰斯大龙来劲啊，打龙呗，他去了，走吧，先做一下视野，很黑，让他们抬不起头，
别打吧，我们上单没踢啊。没事，反正可以四打五。看一下我这儿吧。OK。哎，这有个人，中了，杀！我虚弱，别怕。一波吧。你说我们三个，哎，难道没死啊？杰斯没闪，我一波不了，一波不了。走吧，没闪呢，我操！撤！给了男刀虚弱，那个逼还死了。来吧，继续吧。嗯。来吧，开弄！哎，难道这儿？我操！要追这个吗？看一下，你就左前面去卖兄弟，我能杀完的，真的，你不用退，他们敢开的我就杀完了，你不用拉扯。没事，我杀完。牛逼！乖乖，他伤害这么高啊，这杰斯。是的，主要我脆。我操，他有点燃吸不上来，哥们儿拿了个银血。哥们儿要买这个，盾弓来，盾弓比春哥有用。他也一步不了啊，他干啥呢？他在干嘛？没事，他可以拆一个。他很肉，他真的很肉，兄弟。来吧，继续吧，还是大龙。要不小龙吧，小龙30秒。可以。这个吧。Go。把下路这里也可以推一下，走吧。要推吗？还是先小龙？小龙，我来打。来吧，来吧。识别目标，先把他杀了。没大？难道没大？中了！我操！我不会射天的。哎，他们去大龙了。他们干嘛？哪？他们在干嘛呢？有个视野。没事，让他们吃完杀了。哎，中了一波了呀！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杀了。OK， 我走这儿。Go go go， 好嘞！这卡特也可以啊，都挺会玩的呀。对，我感觉这分的还可以啊。